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呢，注重一本书、一个人和一座城。那也就是说，不光要讲作家本身，还要讲他和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一种关系啊。所以，接到这样有一个题目以后呢，我也是颇费思量。因为以前讲李清照呢，往往就是讲李清照创作他的特点、易安体是怎么一回事儿。那么咱们今天这个讲座呢，就要注重李清照这位历史文化名人和我们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啊之间的一种关系啊。一方面呢，就是李清照他作为一个名人，怎么样影响了济南；另一个方面呢，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空间，也就是这个环境和人的这种双向建构，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啊出了李清照啊。就是一种双向的交互的作用啊，所以今天的这个讲座呢，就围绕着济南这座城市和李清照这样一个杰出的女词人啊，这两个方面呢，我们来展开。啊，这个就是刚刚我给大家说了，这是国图系列里面。咱们负责的是他的早期词哈、啊，那么这图呢，就是讲物是人非事事休。我们前边的这非常的唯美，非常的快乐，但是后期呢，它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李清照和济南。那么我起一个题目呢，叫根在济南。啊，因为他出生在我们济南啊，李清照呢，作为济南二安之一，大家知道济南二安是我们这个城市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啊。现在呢，各种讲座也很多。那么这两位词人呢，一个是偏重于婉约的，一个是偏重于豪放的，在中国的词史上呢，都是大放异彩的啊。那么济南二安，我在这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称谓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王世贞那里来的。王世贞呢，是咱们山东环台的啊，就是大诗人啊，就是清代的大诗人，也是在全国富有影响的一位大诗人。那么他在他的词话著作叫《花草蒙石》啊，他说到，他说是这个婉约呢，以易安为宗，豪放为右安称首。二安皆无济南人，那么这里呢就是出现二安这么一个称谓，而且呢就是说他们都是我们济南人。王世贞对这两位词人的评价非常的高，后面我没有再引，后面就说呢这两个人后面几乎都是没有可以超越的啊，对他们评价非常的高。那么我们都知道李清照呢，我们都非常熟悉啊，他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词人，或者叫女作家啊，她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耀眼的这么一位女性的作家啊，所以她的作品呢，不仅在宋代，就在她的当代非常有影响。那么在后来一直到今天，她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各种才女的这种称谓啊，比如说100名才女啊，或者是24才女，或者10个才女，最后4个才女还是有李清照，就是说她确实成就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女诗人啊，比如说蔡文姬啊，比如卓文君啊，谢道韫呀 啊还有薛涛啊，那么李清照呢是在这些人当中影响最大的啊这么一位女词人，所以我们今天称她叫千古第一才女，这个不是溢美，确实不是溢美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一个呢是钟灵毓秀的家乡风物，再一个呢是书香门第的文化氛围，还有她的才气啊，她的卓然超拔的创造力，其实上就是她的才气。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时代的风气，因为我们知道两宋啊，词是大行其道，成为最流行的啊一种文学样式。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首先看他的故里风光，也就是我们济南了啊。关于李清照，他到底是章丘人还是历下人？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就是一个呢认为他是章丘人，
一个呢认为他是历下区的，就历下人，但是呢总而言之都是我们济南人啊，他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啊。这个为什么叫义安体？因为他呢号叫义安居士，也正是因为他这样义安居士这样一个号呢，所以被称作二安之一啊。我们知道济南这个地方啊，就是自古以来呢可以说是人杰地灵。济南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泉城，就是我们这里的泉水泉特别的多啊。那么这个水系非常的发达，泉水、湖水、河水啊，黄河、小清河啊等等啊，而且呢还有72泉，其实还不止这72，72只是名泉而已啊。那么所以郦道元《水经注》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盖历下众泉，皆带因伏流所发，西则趵突为魁，东则百脉为冠。”那这里我们就可以说，其实李清照生活的这个区域呢，是泉水怎么说呢，滋养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所以它就是郦道元《水经注》就是说，这些泉呢都是泰山那边的地下水发源而来的啊。西边呢说到了趵突泉，东边呢就说到了百脉泉。那么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去做一些学术的介绍啊，哪些人认为他是这个齐州章丘人，也就是说他是章丘人，哪些人主张呢他就是济南市区的历下区的。那么如果说他是济南章丘的呢，我们知道在百脉泉那里有一个李清照的故居，是吧，在我们的趵突泉那里呢有个李清照的纪念堂啊，这就是两种说法啊，因为都被采用了。这个我们趵突泉里的这个李清照纪念堂呢，那是50年代建的，那个时候呢就有争议，但是呢之所以建在那里呢，就是因为学界的观点就认为李清照他就是历下人啊。在这里我们就不去多展开这个问题了。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地区它灵动的泉水，我们知道泉水非常的有灵气啊，纵横的河流还有澄澈的湖水，其实我们济南的湖，我们的大明湖，我们的就是百脉泉那么大的，也相当于像湖水一样，都是泉水啊流过去的啊。还有远处的山峦，像就是济南这个地方呢是有一种诗一般的韵味，过去呢说不是江南胜似江南，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气。不光出了李清照和辛弃疾啊这样两位非常伟大的词人，同时呢比如说我们明代啊李攀龙啊，包括清代的很多的诗人都和泉有关系啊，也就是说这个自然环境的灵秀啊，它对于作家来说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山水之柱啊。所以少女时代的李清照，我们通过她的作品呢就会看到她曾经结伴泛舟啊，流连忘返，而且有泉水有湖水的地方就有荷花莲藕啊。所以我们看在李清照的笔下呢，她就是什么呢，藕花鸥鹭都是她写到的啊，这样一个与水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景色啊。所以说是莲荷田田，水鸟翩翩，就构成了李清照的审美体验。李清照就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啊。那么他是多大去的开封呢？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他是16岁去的开封啊。那么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更早一些啊，但是我们认为他是16岁离开了家乡，因为他的父亲李格非做官呢到了开封啊，就是汴梁，也叫汴京，也叫东京，那就现在的开封。那么这个首先我们说的就是济南这个非常优美的这样的自然山水，自然的风物啊，这个是对李清照是有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审美体验，最初的审美体验就是在家乡啊得到的。他会泛舟啊啊，比如说这个鸥鹭啊，这些他都会写到。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方面，就是李清照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也就是书香之家的文化氛围。李清照呢出生于这个书香门第，他从小呢就在一个
文学的环境中成长的啊，文化素养非常的好。那么下面我具体来说一说他当时生活的具体的一个文化环境，或者叫人文因素啊。因为从大的方面来说呢，那么济南呢，这是齐鲁文化的重镇啊。我们这个山东呢，齐鲁自古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非常辉煌的历史文化啊。孔孟、孔子、孟子都是我们山东人。那么这个是大的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他的小环境。他的父亲呢是李格非，这个人呢是中国进士的啊，非常有值得一说的地方呢，他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啊。因为苏轼呢在北宋的时候影响很大，所以在他的门下呢先有这个苏门四学士，后来呢又有这个苏门后四学士。这个李格非呢是以文章授之于苏轼啊。这个苏门四学士大家都知道，那是非常有名的，比如说黄庭坚啊，山谷黄山谷，再就是呢秦观，那晁补之，还有张磊。晁补之呢是我们就是对李清照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个苏门四学士之后呢，又出了所谓苏门后四学士，而李格非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再看看他的母亲是谁呢？关于李清照的母亲又有争议啊。这个两位有争议的女子呢都姓王啊。那么也有人说呢，一个是他的亲妈，一个是他的继母啊。所以呢我就简单再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李清照他母亲是个什么样的出身。那么一个说法呢，母亲王氏是这个仁宗朝的重臣状元王功臣的孙女，就是这个出身够高的。李格非虽然中了进士，虽然有文名啊，他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但是他做官呢没有这个王家这么显赫啊。这王家都是朝中的重臣。那么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说王珪的女儿，王珪也是当时的朝廷重臣啊。那么陈祖美李清照评传里头，他是这么来安排这两位姓王的女子的。他说呢，就是王准的孙女，也就是王珪的女儿呢，是李格非的前妻啊。因为前妻呢去世很早，那么也就是说他生下李清照以后不久呢他就去世了啊。那么又娶了王功臣的孙女为继室。所以大家看现在关于李清照的文章也好，关于李清照的视频也好，他们有的时候会采用一个，比如说他就是王功臣的孙女啊，还采用一种说法呢，就是王准的其实应该是外孙女啊，就是属于这个啊，王珪的女儿就是李清照的母亲。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如果把他列在王珪的名下呢，那他就应该是他的外孙女。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那么他这个李格非娶的这两位妻子呢，那都是朝廷重臣的名门之秀啊。而我们就现在呢，我们就采用这样一种说法吧，就是他娶的是王功臣的孙女，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在《宋史李格非传》里头说他的妻子呢亦善文，那就是说李格非他非常善于作文，而这个他的妻子呢也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亦善文，也能写文章。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家庭环境啊。就是说李格非呢做官虽然地位没有那么显赫，但是呢他有文明，就是说他喜欢搞文学创作。因为苏轼的门下这些呢都是非常擅长文学创作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深厚的家庭文化底蕴为李清照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啊，他的父亲也在那就是创作文学作品，他的母亲呢有着很好的文化修养，而且呢也善于写文章啊。那么这就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就是这个家庭给李清照的成长环境是非常宽松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李清照经常泛舟，是吧，结伴去泛舟。而且呢如果我们注意到的话，我们会看到李清照从少女时代开始就非常喜欢喝酒
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宽松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啊。同时呢，我在这里要说一下，其实李格非他与苏门精英的这样的一些交往对李清照是有影响的。这其中我说一说晁补之。晁补之呢，这个晁无咎哈，他这因为古代人有时候称名，有时候称字，称字的时候更多，因为称字呢是一种尊称，有的时候呢会称他的号，像李易安就称的是他的号。李格非和苏轼门下的这样一些文化精英交往，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记载，就是这个晁无咎啊，或者就是晁补之这个人呢，曾经非常鼓励，就是李清照创作出来的东西，他特别的鼓励他。那我们知道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作为一个小女孩，她在开始写，写词也好，写诗也好，得到了这种父辈的啊，晁补之他的这样也是文坛上有名的这么一位文化名人的这样一个肯定。而且我们会看李清照和他之间有诗的唱和啊，所以这点呢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李格非藏书非常的多，所以我们都知道李清照是一个大才女，她确实是非常有才气，但是呢她的成功不是仅仅靠她的才气来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就是南京大学学报曾经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就是易安词用典叹息，我们是不是感觉到我们熟悉的李清照的词都写得朗朗上口，特别的白话，非常的好理解，但是这里面他都用了化用了前人的诗，或者化用了前人的词，他都是不着痕迹的，不露痕迹的啊。那么这篇论文呢，就从他的用典那里就推断出他都读过哪些人的书。我们看他成长在这么样一个环境里，有书啊，有父辈这样一些人的影响啊，所以这些呢，这个都对他的成长，对他成为一个著名的女词人呢，包括他也写诗啊，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再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看李清照他本人。那么我们知道，章丘也好，这个济南市区也好，这么多人并没有出现几个王清照、张清照，就出了一个李清照。那么也就是说，家庭的环境、自然的环境啊，都是因素。但是呢，这里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呢，就是他的才气，那就是他作为文学家的一个天赋啊。那个时候在宋代的《笔记漫志》，这是宋代的笔记啊，这里面就说他特别的才华过人，也确实是才华过人，这是一个非常有创造精神的一个女词人。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在众多的宋代这么多的词人里面自立一家，他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所以在《笔记漫志》里面就记载说，李清照呢自少年便有诗名，因为晁无咎他们这些人都是写诗，好多都是写诗的，写词是他到了16岁以后的事情，在这之前他就开始写诗啊。才理华善啊，华瞻啊，逼近前辈，就是说他特别特别的有才气啊。这个荣兆祖《中国文学史大纲》就说，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荣兆祖呢是我们前辈的学者，他在上个世纪就发表了、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在这本书里头，他就给予李清照这样一个评价啊，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这一点也是不可忽略的，她有这个才气啊。所以在她的词当中充满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这种表达啊，别人前人从未有过的表达。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什么绿肥红瘦啊，人比黄花瘦啊，什么这个重柳浇花呀，什么柳眼眉腮呀，这种拟人化的用法都是清照他的独创啊，所以他非常有创造精神。那么这是第三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可以把它
看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宋宋朝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因为如果没有宋词的流行，没有词这种形式，也不会产生李清照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词人。这个词呢，这个关于最早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呢？谢谢啊。比如说唐代啊，五代，唐五代啊，在宋之前就有这种形式。我们知道，托名李白的就有一些词作，那么白居易也有词作啊。那就是说他，但是他未为大观，未成风气，是在两宋，是从北宋开始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宋朝呢是词的黄金时代，其实宋代也不仅是词的黄金时代，它是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期，瓷器、绘画啊，包括菜谱，我们可能也看到一些文章，就是说在宋代啊，就是食谱，就是饮食饮茶都是很讲究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我们在这里要说瓷，所以就特别的关注啊瓷在北宋的盛行。那么如果把唐代的城市和宋代的城市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我们知道宋代的城市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因为我们知道在长安，在唐代的长安它实行仿制啊，仿制啊，等到了宋朝，到了这个定居定京定这个都虞汴梁以后呢，仿制就取消了。所以我们从东京梦华录啊，就是一个宋时期的一个笔记，还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我们都能看到北宋那个时候城市经济非常的发达，城市的文化活动非常的盛行啊。所以因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呢，就滋生了各种文艺样式，其中包括说话。什么叫说话呢？就是讲故事啊，就是那个时候有艺人专门在勾栏瓦肆，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专门说书的地方，就有人去说书。比如说在宋朝呢，有一个人专门的说三分，就是一个霍四鸠啊，他就说三分，他就专门讲三国故事啊。比如说杂剧，我们都知道杂剧在元代非常的繁荣啊，我们都说元杂剧，但实际上从北宋开始就已经有杂剧，但是这个杂剧呢，宋代的杂剧没有一本流传下来，所以我们研究者呢也没法去研究它的文本，我们只通过当时一些存目，还有一些比如说笔记里面有零星的记载，我们会了解一些。那个时候的杂剧是搞笑的啊，就是比较喜剧色彩的，还有傀儡戏啊等等啊，还有呢就是诸公调。诸公调呢就用不同的这种公调来说唱故事。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来的金代呢有什么呢，有西厢记诸公调，但在宋代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诸公调，而且大行其道。所以这个《东京梦华录序》里面他说，新生巧笑于柳墨花渠，暗管调弦于茶坊酒肆，那就是说在城市里面啊，这个说书的唱曲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唱词的。大家知道词这种形式最初是入乐的，它是唱的，它是唱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呢只是文本啊。那么词呢就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或者是说文艺样式。我刚才说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词作基本上都是文本，实际上在当时呢都是入乐的，都是能唱的啊。所以我前面呢说了这么多的因素，也就是说一个呢是家乡的自然风物，再一个呢是他的家庭的文化氛围，那么还有一点呢是他的才气，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时代的这样的一种词的流行，这样一个风气啊。那么在李清照的修养里面，除了文学修养以外，他还非常擅长音乐，这也是他成为词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知道词是入乐的啊，词是这些它是入乐的啊。当然还有就是这个
李清照拥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和音乐基础，不仅如此，李清照还会绘画啊，他还能绘画啊。那么还有故里积淀的审美经验，也就是说在家乡这么多就是这个非常优美的环境里，他的这种审美的体验啊，再就是他的非常突出的才气，一旦遇上词这种流行样式啊，便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所以李清照从16岁开始，他的词作呢是佳作连连啊。李清照16岁写的词，后面我会介绍给大家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呢，我要讲的就是李清照呢，他的家乡在济南，他的根在济南啊，那么他风华绝代啊，他是从我们济南走出去的这么一位才女。史书上的记载更多的呢偏向于就是他是明水，章丘明水的啊，但是呢后来有很多学者呢又说他是这个就是趵突泉附近的啊，这个我们就知道就行。我刚才说过了，不管他是在章丘还是在历下，他都是我们济南人啊，这个毫无意义啊。这是关于李清照成长的环境，他的就是对他进行词的创作的一个前期准备啊，就是一个已经他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审美体验，也有非常好的文学素养和音乐素养。同时呢他也开始写诗了啊，从他16岁到了这个汴梁啊，到了东京，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接触到了城市，当然明水呢它也是城镇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北宋呢这个汴梁啊是它的都城啊，所以非常的繁华，非常的热闹。这个因为这个讲座呢不是只讲李清照他的经历的，那么之前呢我会这里头没有收进去这个幻灯片，就是我们从东京梦华录哈，就是这个现在有一个电视剧特别火哈，叫《东京梦华录》，但是有一本笔记，孟元老的笔记就叫《东京梦华录》，它那里面就记载了很多当时开封有多么繁华啊，就具体的记载。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就是，《清明上河图》，而且张择端和孟元老所记载的开封的繁华的时代和李清照在开封生活的时代是吻合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张择端他是我们山东诸城人啊，他的这个清明上河图就是张择端的生活的时代和李清照我都做过比较，也是同时代的。也就是说李清照来到了当时的都城汴梁，那么他所接触到的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城啊，而且呢就是你会看到在他的作品里面会写到各种各样的城市生活啊。在这里呢，那么我们就要说李清照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他的早期词啊，也说过了，就是因为有两个部分来讲。这个地方文化名人呢都是在争的哈，比如说关于施耐庵到底是哪里人，那么也有好几个地方，江苏就有好几个地方来争哈，争名人啊。我们这个倒是不是说争名人，因为他的生活轨迹呢很清晰，他就是在济南生长啊，后来去了开封，去了汴梁、汴京啊，这个称谓很多，东京啊都是一个地方，就是开封，今天的开封。然后呢，他后来就是后期呢，南北宋。到了南宋开始他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人生了啊。所以我们会说李清照他的词总共不过40-50首，你们看哈，现在有的比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那个呢他会说40几首，在这个徐北文先生出的这个李清照的词里呢，这个集他不光是词哈，他还有其他的作品，那么说他呢有60几首，那么也有一些地方呢说他50几首，数字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些呢是有争议的啊，就是徐北文先生他收了63首，其中有13首是有争议的。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李清照他的词作数目不是很多，一共也就是40-50首。但是我们不管是在我们大学里的课堂上讲李清照，还是我们这样的一种专题讲座讲李清照，一定会注意到他创作的这种阶段性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了，他是跨越南北宋的一个人，从北宋进入南宋。我们都知道啊，靖康之难啊，这个就是宋钦宗的靖康二年，也就是1127年这一年呢，金兵南下就攻下了北宋的都城啊，然后呢就掳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啊，北宋呢就在这一年就土崩瓦解了。这一年呢，李清照是44岁。我为什么用括号把它标出来是43周岁呢？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古代的作家说他多少岁的时候，通常是加一个虚岁的，啊，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按照周岁，甚至不到过生日都不说自己多大了，是吧？到过生日这一天才算，比如说满了44了啊。但是古代的作家他往往都是加一个虚岁的，不光是李清照，因为我们讲古代文学作品呢，所说的这个都是虚岁，作家的这个都是虚岁。但在这里呢，我标了一下，是让大家知道，就是中国古代他怎么样给这些作家啊，这个计算这个岁数。那么也就是靖康之难，也就是1127年，北宋被金人北宋都城被金人攻占。啊，这个时候这一年呢，北宋就结束了。那么到后来呢，就在哪里呢？在南方建立了南宋，啊，后来都城就安在了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就是因为靖康之难呢，因为后来赵明诚呢就在南京那一带做官，然后李清照就南下，到了南京，后来呢又到了杭州。他住的时间比较长的地方呢是金华，现在在金华呢，如果大家去金华呢，你还能看到。还有他的一些遗迹在啊。那么也就是说，李清照的词由于时局的变化，就是北宋和南宋的这样的一个变迁呢，就分为前后期。那么前期他的人生是比较安逸的啊，是比较富足的啊。那么到了因为这个靖康之难以后呢，他就陷入了一种什么颠沛流离的这样一种状态啊。所以不同的生活经历呢，就是李清照的创作呢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啊，所以我们就说今天我们要是看他的呢是早期的词。这两个时期啊，不管从表现内容，后期呢物是人非事事休啊，欲说泪还流，叫泪还流，就是一个就流泪啊，寻寻觅觅啊，冷冷清清啊，这是他后期。那他前期呢是比较欢快的啊，是比较生动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看李清照他的这个早期词的这样一些创作风貌。那么从李清照词的创作题材来看呢，他的就是他表现内容呢，主要是写他的少女时代，还有他初为人妻啊这样一个时期，以及到后来和赵明诚两地分离啊，他的一些思念他丈夫的这样的一些词作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所以就是很多呢，我们知道就是都写他非常天真的少女时代啊，还有呢对生活的热烈向往，还有对婚后生活的一些描写，主要是怀人之作吧，主要是思念她的丈夫啊赵明诚。李清照呢16岁随他的父亲李格非呢来到了汴梁啊，也就是汴京啊，也正是从16岁开始，李清照开始创作这个词。那么我们说16岁对于李清照来说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他来到了汴京，一下子来到一个非常非常繁华的一个大都市，它是北宋的都城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他接触到了汴京那个非常繁华的这样一个城市的生活啊，就是城市生活。同时呢他也听到了在城市里面的这样一些作曲的呀，唱词的呀，包括说书的呀，皮影戏等等很多很多的艺术形式，这使他的人生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很多。就是说一个人尤其是他才16岁，其实也就15岁啊，中学生的年纪啊，他来到了
汴京这个经历呢，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他成为一名词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这个16岁的时候就写下一首词，叫《点绛唇》。《点绛唇》呢是词牌，啊是词牌。那么《蹴罢秋千》是写他怎么样打完了秋千，怎么怎么样的。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这首词啊。那么他16岁呢，还写了一首《折古天》啊，这也是词牌啊。汉暗淡青黄体性柔，这是写桂花的啊。那么这个19岁呢，就写下了《如梦令》啊，《昨夜风疏雨骤》，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当然李清照的词作呢，不是说每一首都能系年的，不是说我们哪一首都能知道他作在哪一年的啊，但是有一些我们是知道的。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看他的一些词作。首先我们来看这一首《如梦令》，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呢是非常的流行，因为他的音乐性太强了啊，就说是朗朗上口，而且它的画面非常的优美。那么我们看它写的是什么呢？长记溪亭入日暮，有的时候呢他会用那个长，尝试的长啊。这个古代文学作品很多的诗和词，因为版本的不同，它会有字和词的差异啊。这个在大家在读古代的诗词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所以我们的课本上呢会写到一座怎么怎么样，就是说还有别处呢就是这样写的啊。我们就用这个长啊，长记溪亭日暮，如果用长诗的长呢，那就是曾经，那就是这个呢就是常常会忆起溪亭日暮。这个溪亭在哪里呢？溪亭就在，有人说就在大明湖畔，有人说在珍珠泉的东面，但不管怎么说它就在我们济南，而且就在我们这个泉水啊，就水，湖水也好，泉水也好，特别特别旺盛的这样的地方啊。沉醉不知归路，那么我说了，李清照他生活在一个非常宽松的家庭环境里，那么他这个时候写他喝酒，后面写他思念丈夫的时候也在喝酒。等到他就是国破家亡，他到了南方的时候他还在喝酒啊，所以他的词里面喝酒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沉醉不知归路啊，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啊，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现在这小孩哈，这小学生都会背啊，非常的就是音乐性特别的强。那么也就是溪亭日暮，这个呢是回忆之作，所以长记那就是一种回忆啊。我记得当时在这个家里的家乡的生活是怎么样，溪亭日暮就是在家乡溪亭这个时候呢，傍晚的时候啊，这个沉醉不知归路啊。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沉醉不知归路呢？是因为喝醉了是吧。然后呢兴尽晚回舟，大家在那狂饮一番，然后呢就是兴尽了以后呢就各自就是驾上小船就回家啊。误入藕花深处，为什么呢？因为喝醉了，所以哎不知怎么样就到了藕花深处啊。大家知道这个李清照呢他喜欢用藕花，我们知道在其他的作家的笔下呢他往往会称作莲，采莲和甜甜啊。那么他也是为了作词啊，这样这个当然也是他的一个独创啊。藕花呢就是莲花是吧。那么这个莲花呢在水上很多，我们知道我们就想象一下大明湖啊，它有很多的这个藕啊，当然是莲花，我们看到的是莲花，看不到藕啊。藕呢是它扎根在淤泥里面的啊。然后争渡争渡，然后拼命的划船，因为到了一个藕花深处等于进去了以后出不来，然后拼命的想出来啊。惊起一滩鸥鹭，就是在边上的水鸟被他们惊起了，飞起来了啊。这首词非常的好理解，它的这个词句上没有什么深奥的地方。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哈，在中国古代的女作家那里虽然他们用典，但是他们用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语言呢往往是比较好懂的啊，比较白话化的。尤其是到了清代以后，
这个当然到了宋代，就是宋代的诗人写诗的时候他是非常注重用典的，所以我们说他吊书袋，非常注重用典。因为大概这些男诗人都学问很多啊，读书很多，所以很喜欢用典。但是到了女词人或者女诗人手下呢，往往是用典比较少，他也用典，但是让你看不出来啊。这个呢就是写了这么一个片段，这个片段是什么呢？兴尽晚归舟啊，出去沉醉不知归路了，喝酒去了啊，聚会去了啊，结果又误入五花深处啊，非常的流畅，这一首词呢写得非常的流畅啊，就是喝完酒以后呢，我要划着船要回去了。大家看啊，是一叶小舟啊，然后呢是误入五花深处，这个小舟呢一下子就划到了莲藕丛里面去了。啊，然后就在滑动的时候，往外滑的时候呢，惊起一滩鸥鹭啊，画面非常的美，没有任何复杂的痕迹，好像就是李清照在那里说，我有这么一个经历啊，我去这个聚会，聚会完了以后呢，划着船，不知怎么就划到了这个莲花的里面去了啊，然后呢就在拼命划出来的时候呢，这时候又惊起了周围的这些水鸟啊。就是这个画面非常的美，少女啊，这个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荷花啊，还有呢是日暮，就是这到后晚归舟，那就是说呢是在到了从傍晚到了晚上这样一个时分啊，沉醉不知归路，就是非常憨态可掬，就是非常的天真啊。所以这首词呢是早期李清照的非常重要的一首词作。这个呢没有什么重大题材，也没有什么多少难理解的，就是写她的少女生活啊。那么由这个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李清照的审美体验，她是有一双非常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而且呢也非常善于把它表达出来，用词这种形式啊把它表达出来啊，确实非常自然，而且呢非常有音乐性。那么再看他的这个《点绛唇》，这是我们明白的知道他是十六岁时候写下来的啊，少女时期写下来的。那么前边这一首词呢就是李清照刚到汴梁不久，因为他到了这个汴京呢开始接触到流行的这种文学样式，就是词，然后拿起这种词的这种形式啊。那么《长记溪亭日暮》呢就是他刚到了汴京以后不久写的啊，所以在回忆他在济南当时少女的这种聚会啊，然后把画面写得非常非常的优美啊。那么再看他的点绛唇这一首呢，大家有的可能看到过，有的可能不一定看到过啊。那么这个是写的什么呢？蹴罢秋千，荡秋千哈、啊，这个是我们山东，尤其是因为李清照她是一个贵族少女。他出生在贵族之家，那么他是春天打秋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家呢是在算是就平度哈，也算是现在属于青岛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的老家里，我爷爷就会给我支起秋千，就荡秋千。那个时候很流行，家家都有秋千啊。那么但是呢就是李清照呢她是一个贵族妇女，后面我们会看到她的生活呢，比如说瑞脑销金兽，她是点着香的啊。那么蹴罢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又是截取的生活的她的少女生活的一个片段啊。打秋千打完了，然后呢起来这个拥就是懒懒的啊，整理整理自己的手，却罢青梅秀，知道这是一个晚春的时节。露浓花瘦就是李清照的用法，李清照特别喜欢用瘦字，他在词当中用了很多次瘦字。有人专门写文章就去探究李清照他瘦字的用法啊，他喜欢用肥啊瘦啊啊这样一种对照的一种写法啊。那么就写他呢露浓花瘦，那么就是在这个暮春的季节呢，花已经逐渐的凋零了，变得稀少了啊。薄汗轻衣透，那么就是说在那打秋千的时候呢，出微微的出了汗，透出就是都透出衣服了啊。见客入来
蝉袜蝉金钗溜，哎，突然有客人闯进来，本来这个少女在那打着秋千，自己在那拥在那慵慵懒懒的，然后呢在那里出了汗啊，稍作休息啊，结果呢这个时候见客入来，客人来了。我们看这个小场面写得非常的生动啊，这个就是袜蝉金钗溜什么意思呢？没有穿鞋，穿着袜子就跑了，就是我们知道他见有客人来呢非常的害羞，所以呢还没来得及穿鞋，穿着袜子，而且呢跑得快，首饰从头上掉下来。这是一种什么见了客人来的一种慌乱的这样的一种躲避啊，有客人来了啊，突然的闯入，然后呢他少女一见客人来了就赶紧的这个跑了，而且呢因为突然的要走，没来得及穿鞋，穿着袜子，然后走得急，头上的这个首饰就掉下来了。有的研究宋词的人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就是写他初见赵明诚的，但是呢有的又不采用这种说法，就是一个普通的客人来了。所以关于古代的诗词呢叫诗无打鼓，你会看到它会有不同的解释啊，它有不同的理解啊，这个是非常正常啊。然后呢何羞走，在古代汉语里面走呢就是跑的意思哈，就是我们说走还之，我去借了书啊，寄之以还，就是像这个宋濂写的啊，宋东阳马生序里面他就是说我借了书以后寄之以还，我按照约定的日期走还之，就是跑着去给人还书。这里直接一个羞字就出来了，何羞走，他非常非常的难为情，不好意思。但是呢倚门回首，快跑到自己闺房的时候呢倚在门那里回头看一看啊，却罢青梅嗅，哎，我在那我假装佯作在那里什么呢，闻一闻青梅，就是青青的梅子啊。这个少女的这个荡秋千，然后写她这个是一个露农花瘦的这么一个一天，这是个季节呢，根据前后文来看呢这是个晚春暮春的这么一个时分，然后呢自己刚刚在那里不打秋千了，然后在那里想解解汗的时候，休息一下的时候，这个突然有客人入门，这个时候他就赶紧的跑了啊，没有什么重大的题材，他就是给我们截取了这么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呢你读起来特别特别生动啊，就是一个小女孩啊，那个时候她不过才十几岁一个女孩子啊，见了客人来了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就是无拘无束是李清照少女时代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方面啊，所以她随便的喝酒，随便的去划船啊，而且呢她荡秋千啊等等都是非常无拘无束天真烂漫啊。在这么一个露农花瘦，在这他又用了一个露农花瘦啊，就是露，就是露水很重，但是呢花呢基本上凋零，瘦是什么意思，就减少了呗，绿肥红瘦也是红在变少啊。那么着青衣荡秋千啊，而且呢荡秋千这个浑身都出了薄汗啊，玩得非常的痛快。在这个时候呢就写客人来访，这个时候的那个时候显然客人来访并没有事先预约啊，他不知道有人要来，所以他很慌乱的穿着袜子就这个一溜小跑走了，然后首饰呢又掉了下来啊，就是一个比较慌乱的一个小场面。所以呢就是除了写他非常的慵懒，就是荡秋千很自由自在，然后就写了他的害羞，客人来了以后他很害羞慌乱的很紧张，于是呢慌忙地跑回去。而最经典的最有为前人所称道的呢就是倚门回首，哎，我跑着跑着跑到闺房的门口，我回过头来看啊，就是峰回路转，然后呢佯装把青梅嗅，在那偷偷地看来的是什么人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把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心理就在这么一个短短的这么一首词当中啊，就表现出来了啊。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这李清照写的这不太简单了，信手拈来都是口语是吧，这不都太简单了吗，是不是谁都能写下来，绝对不是这样的啊。李清照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
他能够借助词这种形式把那种一个小小的场面记录下来啊，非常的有诗情画意。好，谢谢。清代呢有一位叫李嘉的，他说呢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个句呢酷消小儿女情态，把一个少女的当时一个情态呢写得太典型了啊，非常的称道，就是这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他认为这写的这个点睛之笔啊，跑得慌慌乱乱的，哎，他到了门口，他停住了，哎，他回过头来，哎，在那偷偷的看一看这个是谁来了啊，这是被前人称道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左岸词话》里面啊有这么一个评价。大家知道，而且看了这么口语化的一首词，可能大家不知道，其实他化用的是唐代诗人的诗作啊，就是如果你不去研究，你会发现李清照用的很多都是口语，非常平常的话语，他的语言非常的浅显，你就觉得他就是随口一说就出来了，出口成章了，不是的啊。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这首词呢，其实脱胎于晚唐韩沃的《偶见》。韩沃是晚唐的一位诗人，《偶见》诗是怎么写的呢？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提壶锁一尊，见客入来何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是不是很明显？不是说非常牵强的把这两首这个不同时代的诗和词放在一起，实际上大家看它太这个意境啊，它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场面太相似了。我说过李清照读过很多书，他出生在书香门第，而且他的父亲李格非藏书非常的多，你只有进一步的阅读了你的这个扩大了你的阅读的范围，你才知道原来他不是李清照轻轻松松的就是这么写，但是他写的比韩沃写的要更生动。韩沃呢是晚唐的一位男性诗人，他就是说秋千打困解罗裙，这个也是很浅显啊，打完秋千出挖秋千是吧，然后呢就是指点提壶锁一尊，这个醍醐灌顶啊，醍醐呢这个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其实就是指的美酒啊，打完秋千以后喝壶酒啊，见客入来何笑走啊，见有客人来了啊，一边笑一边走，手搓梅子映中门，在中门这个地方啊，在那搓梅子，这也是个梅子，所以在李清照的笔下呢就变成却把青梅嗅啊，这一种改动其实就是一个呢是一首是诗一首是词，虽然他化用了韩沃的这个偶见，但实际上他写的呢我们看他的生动的方面，他的这种表现力呢比韩沃是更精彩，其实后面也还会讲到他化用韩沃的诗，就是说看来李清照比较喜欢韩沃。那么这首词因为李清照是一位女词人，所以她写的更细腻啊，非常的细腻啊。这首小词呢分了上下片，有时候叫上下阙啊，这就是词的一种形式。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非常流行的一首词，就是《如梦令》。这首词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一首词，写得非常的美啊。昨夜风疏雨骤，这个大家都能背下来哈，写的这个特别能够见出李清照的独创性，他的创造性。这首词呢一问世，大家都是积极赞赏啊，非常的轰动，在整个京师都很轰动啊，说当时文士莫不积极称赏，他都拍着手积极称赏，那就是写得太好了啊，那个词啊。我们来看这首词呢，其实我不讲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在这里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啊。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大家注意一下又写到了酒啊。昨天晚上呢一晚上呢风很紧啊，这个雨呢淅淅在那淅淅沥沥的下着啊，浓睡不消残酒，自己呢因为喝了酒所以就浓睡啊，
到了早晨的时候呢，试问卷帘人，那就是问他家里的丫头啊，这个卷帘人是什么，就他在他家里给他家里做事的哈，这叫婢女也好，丫鬟也好啊，就是这样。却道海棠依旧，哎，这个人就说啊，其实还是那个样子啊，海棠还是那个海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非常的短，寥寥数句，但是呢，这首《如梦令》写的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么精彩在哪里呢？那么昨天一晚上的这个狂风啊，一晚上的雨，自己呢睡一晚上浓睡不消残酒，到早晨的时候他就问，试问卷帘人啊，却道海棠依旧，他来反驳道，那肯定不是，知否知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历来为人们积极赞赏，为什么呢，经过一夜的雨，叶子更加的肥厚，而这个花呢就被雨打了去一些，所以就变得更加的稀少啊，所以绿肥红瘦这里用的太精彩了，这就是李清照他的一个独创的地方啊，他把肥和瘦，什么肥了呢，就是叶子经过雨的这一夜的雨，它这种滋养吧，那么但是这个风呢却把这个花呢就扫落了很多啊，所以就是绿肥红瘦，这首词又是化用的韩国的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就是韩国这个原作，他这个韩国的诗呢叫蓝起啊，蓝起写的是什么呢，昨夜三更雨，昨天晚上三更下雨啊，黎明一阵寒，因为下雨了所以天亮的时候呢很寒凉啊，海棠花在否，那么因为一夜的雨使得天气变凉了，那么他就问海棠花还在吗，侧卧卷帘看，是他本人的，他没有这种对话，没有这种生活的这非常生活化的对话，因为他和婢女之间有对话，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却道海棠依旧，这是一种对话，但是韩窝呢他就写了昨天下雨了啊，天亮的时候非常的寒冷，一阵寒风，那么这个时候呢海棠花还在吗啊，侧卧卷帘看，是他本人往外看，好，诗写的好不好，也好是吧，那么他也是写了这个三更雨，写了一阵寒啊，写了海棠花，也问到说侧，也写到卷帘，所以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李清照确实是化用了韩沃的诗啊，这不是说非常牵强的啊，非要说他是化用了前人，你看他写的雨海棠是吧，然后呢卷帘，就是这个疫情基本上都是很相似，写这个事儿呢是很相近的事情，但是他是怎么写呢，侧卧卷帘看一看，一场夜雨之后海棠花还在不在，没有什么知否知否，没有这些啊，没有对话，也没有绿肥红瘦这样的表达。那么李清照的词作呢有对话啊，却问卷帘人啊，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哎，海棠还那样了是吧，但显然这个丫头呢并没有注意到一夜风雨之后花的改变，然后呢她就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知否知否，用的太绝妙了，非常简单，但是呢她用了就非常的有表现力啊，绿肥红瘦啊，非常的有表现力，太新奇了，没有人这样用，所以李清照确实了不起。那么我说了，还有李清照还有一些词作呢也特别特别的优美，就是一些怀人之作，具体说来呢就是她思念丈夫赵明诚的一些作品啊，写得非常的好。我们知道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婚姻呢，那是被人歌颂，被历代人歌颂啊，那是神仙眷侣哈，那确实是非常的美满啊。李清照18岁和21岁的赵明诚结婚，啊，结婚以后呢，在大概在他20岁的时候呢，赵明诚就出去做官，这样呢就使得夫妻之间呢有了短暂的分离。所以李清照的很多的就是思念自己丈夫的词作呢，都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创作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怀人名篇啊，思念之作。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思念是一种非常非常的有希望的，因为还有
来日还能相见。再到她这个丈夫去世以后，她晚年写的那样一些词作呢，她非常绝望，因为丈夫已经去世了，她再也见不到赵明诚了。所以后期的《声声慢》那些词呢，都非常的非常的绝望，啊，那是痛入这个骨髓，啊，那是那种写法啊。那么我们再来看《醉花阴》，她是怎么样来写她当时对丈夫的思念。他没有说哎呀我怎么想你，这个男词人写词有的时候就特别的直白。后面我也会给大家举到所谓男子做归因，就是男性的词人模拟女子的口吻来写啊，然后我怎么思念啊，就直接的写。但是女词人不这么写，李清照他这么写：薄雾浓云愁永昼，白天太漫长了，一会儿看看天，天上是什么呢，是浓云，再会看看周围是薄雾，这一天太难打发了。因为她是一个贵族妇女啊，她并不是说像我们普通这个生活一天到晚特别忙碌啊，所以她就怀人啊。瑞脑消君瘦，这是往天上看，一会是薄雾，一会是浓云，但是呢愁永昼，永昼就是这个白天太漫长了，就像极昼一样漫长啊，就是这么漫长。再看看屋里，瑞脑消金兽。瑞脑是一个什么呢？其实这个香炉，啊，这个是一种香啊。消金兽是个金兽的一个兽形的香炉，就是说，贵族生活呢，这是很讲究的，在那里干嘛呢？盯着那个瑞脑消金兽，看着那个香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燃，啊，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啊，这个时候是个什么时候呢？是一个重阳节。重阳节呢，就是我们古代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因为他一个人，他和赵明诚不在一个地，不在一处，所以他呢感觉到这个重阳节呢半夜凉初透，啊，玉枕纱橱。后面我给大家解释啊，东篱把酒黄昏后。又是把酒是吧，又是把酒啊，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后面我一首一首还要，我还要举一首，所以我举完以后呢，我分别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西风在古代诗词里面，西风就是秋风，东风就是春天的风啊，这个通常是这样用的。一直到毛主席的诗词，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是吧，西风烈就是秋风，因为什么呢，有双晨月，有这个夏霜是秋天啊，所以在古代的诗词里面这是一个常识啊，西风就是秋天的风。我们再看他的另一首，就是一剪梅啊，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这是上片啊，下片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啊。我们看看这两首词，这都是李清照怀念思念自己的丈夫写下来非常优美的诗篇啊。那么我们看头一首，这首流传非常的广泛啊，这首词呢作于1103年啊，赵明诚出世了啊，夫妻别离，因为离别相思，所以很难打发这样漫长的一个白天，所以愁永昼，看看天，天上一会儿是薄雾，一会儿是浓云，这个白天怎么打发，怎么过，太难熬了，是吧。然后呢就是盯着屋里的香炉，就看那个香一点一点一点的就在那燃烧啊，百无聊赖，百无聊赖，无情无绪，哎，觉得因为赵明诚不在自己的身边，佳节又重阳，又是一个重阳佳节，每到这个时候对丈夫的思念呢更加的加倍，叫倍思亲啊。所以呢眼前是什么呢，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这个凉呢，一方面写这个秋天这种凉的感觉，其实是写他内心的感受啊。李清照呢他是非常
会情境交融的啊，会做到情境交融的啊。所以玉枕纱除玉枕呢，就是表面上看的就是用玉做的枕头啊，实际上就是一种枕头啊，一种美称啊。纱厨呢，就类似我们现在的纱帐。我们有时候，夏天会织起蚊帐，但是那个不是蚊帐啊，那个时候是闺房里面就用的那种绣帐啊，一种纱帐啊。现在呢，你如果到南京的话，你看看就是李香君住的那个媚香楼，它也还是纱帐啊，那是到清代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了啊。那么这个眼前呢，晚上呢尤其是难以打发，所以什么半夜凉初透，那就说他半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所感受到的是这种凉意。这种凉呢，我说的还是一种有希望的凉，不像后来啊凄凄惨惨戚戚啊，就是那种很绝望啊。其实那个纱橱呢，它不仅仅是防蚊的啊，这绣房里头它会有这种用纱做的哈，这种橱帐啊。这个地方就写到，因为这个它是一种不同的感受。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在跟前，夫妻很恩爱很美满，所以他没有这种凉的感觉，而现在呢，他有这种凉的感觉。那么下边我们再看一看，就是下片哈，这首词的下片就是写黄昏后菊浦边饮酒，有暗香盈袖。我们知道在宋代诗人的笔下，有的时候这个暗香是梅花香，但是这里呢是菊花香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啊。这是菊花的香气，说莫道不销魂。销魂在中国古代诗词里面经常会用到，就是极度的不堪忍受的忧伤啊，就是极度的这种忧伤啊。人比黄花瘦，这几句是当时的文人积极赞赏的几句，非常的贴切，也非常的有独到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那么这个菊花其实在中国古代呢，它不仅仅是一种花，它是一种意象。梅兰竹菊，这是文人经常要这个吟咏的对象啊。我们知道这个菊花呢，有高洁的这个寓意啊。同时呢，我们想想菊花的花瓣是什么样子呢？是瘦长的，所以他说人比黄花瘦。这个黄花就是菊花，它太有创造力了，它就把眼前这个菊花，它既是眼前的景，它又用来就是又用一个瘦啊，又用一个瘦。在词人里面，在宋词里面，这个写这种憔悴啊，包括在元杂剧，比如说《西厢记》里面啊，听得一声去也啊，松了金钏，什么意思呢？听说张生要走了，我听说张生要走，我马上手脖子就脖了，就气了。为什么？自己戴的首饰都松了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写因为思念啊，又暗含眼前的景象啊。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相思。所以在柳永的笔下就有衣带渐宽终不悔，逶迤消得人憔悴，那就是因为思念啊，所以就消瘦啊。而李清照他读到的地方呢，他用眼前的菊花的花瓣，他说人比黄花瘦，这个菊花的花瓣非常的瘦长，它不像梅花啊，它就是一个花瓣，所以他说我比这个菊花的这个更瘦，那就是为什么？因为思念，因为憔悴啊。所以这个菊花呢，自从陶渊明写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诗人文人骚客呢，就特别喜欢用啊，这样的一个就是梅兰竹菊，比如说竹也是人们非常常用的啊。那么据这个《琅环记》哈，这是个笔记，说赵明诚接到李清照的词以后，叹赏不已，自己呢也想写啊，来给他 PK 一下啊。结果呢，他三天三夜，他也不吃不喝，闭门谢客，写了50首，然后拿给他的朋友看。他的朋友说呢，你写了这些，只有这三句写得好。哪三句呢？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其实是李清照的词句，是吧？那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觉得，哎呀，李清照这个地方写绝了，太美了，把一种相思，然后他把这种相思呢，这种瘦呢，就把菊花这种高洁的这种花语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东篱。东篱这个是这个是从陶渊明那里化用来的，很多的文人都喜欢东篱，喜欢用东篱，甚至有的词人，有的人这个作家就把东篱作为自己的号。其实呢，就是赵明诚啊，作词啊，真的不行啊，比李清照差远了。再看第二首，啊，又是清秋时节啊，独上兰舟。这个兰舟呢，在词人的笔下呢是经常出现，比如说柳永的词《雨霖铃》啊。他也是写到这个兰舟，这个舟啊，其实就是一个船，大概就是对船的一个美称啊，就叫兰舟啊。独上兰舟以排遣这个愁怀，为什么呢？又是李这个，又是他这个赵明诚丈夫赵明诚不在身边的日子啊。西楼望月恨，雁来无书，雁来无书。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一直到今天都说大雁烧书。啊，大雁能够传书啊，所以这里他就独上西楼。大家注意一个什么语，就是这个独上西楼，后来就是一个月满西楼，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两地相思啊，我们看一看他的原作啊，红藕香残玉簟秋，直接就给我们点清楚了，就是秋天啊。而且呢，红藕香残，这个时候呢，莲花，就是荷花都已经开始凋敝了啊，红藕香残玉簟秋，玉簟这个就是这个是一种铺的席子啊，竹席子啊，就是一种席子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是感觉到一种凉意啊，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就是上了一个小船上去啊。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他一直在盼望着赵明诚的书简啊，所以又用了一种大雁传书的这样一个典故啊，就是也不是典故，就是大家常用啊这样一种习惯啊。月满西楼，这个时候大家又看非常优美的一个画面啊，独上兰舟，这小船啊，然后呢就是云中大雁，大雁是一种候鸟啊，到秋天呢就北雁南飞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写下片，写花自飘零水自流啊，花你就在那这个飘吧哈、啊、就飘落吧，水呢在这里就是不停的流淌啊，一种相思两处闲处。他在那想，赵明诚此时此刻也在思念他啊，因为这是一个秋天的一个晚上啊，而且是一个月夜啊。此情无计可消除，这又是李清照的独创的地方，当然他也是化用前人的，哈哈，虽然就是这个语言是他独创的啊。说才下眉头，刚刚这种闲愁也好啊，就这种相思也好，本来是愁眉不展的，哎，结果我刚刚这个愁眉展开了，但心又上心头啊，却上心头，我挥之不去啊，我无法摆脱呀、啊、是吧？所以这个非常的优美。那么下面我们看啊，他是化用了谁的这首词，也是你看李清照的词整个都没有什么雕琢，他没有，他就是写得非常的明白流畅啊。王世贞在花草萌时，我一上来就跟大家说到过这部词话著作，就正是在王世贞的词话萌时里面花草萌时里面呢，他提出了二安的这样一个说法，济南二安由此而来啊。这三句王世贞他的阅读非常的广泛，所以他看了李清照的词以后，他说李范仲淹有词，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很相近啊，很相近。但是呢，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李清照他的这种用法呢更加的直白，而更加的呢符合就是这么一个月下思夫的这么一个场景啊，他写得非常的优美。我们说其实从王世贞开始就说呢，李清照的词风是以婉约为主啊，确实是这样的啊。第一呢，李清照的词没有什么重大题材，因为我们知道在李清照那个时代他没有社会的舞台
啊，他最多就是到城市里去，看看灯啊，喝喝酒，做做词，但是他不能够去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能出仕啊。所以我们都有时候看到，就是说这个，女子非常的有才，女扮男装去参加科举考试，这都是文学作品，杜撰出来的啊。你们知道，在明清的时候，当然在早的时候记载不多哈。在明清的时候，就是这些秀才去考试，这些考生入场的时候都是什么，浑身上下全都检，就是全都搜检一遍。所以后来就这个在袁枚的笔下，就说有的文人觉得这样太没面子了，就觉得我不考了吧，因为就是袒露，就是必须的，要不然他怕有什么夹带。其实这样也还是有夹带，我们到科举博物馆去看看，那小抄那写的那字那个小啊，简直都，现在我不戴放大镜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那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都是用来作弊的。就是袁枚就写了，他说其实这个元代有个人说讲了一个办法，说还不如干脆都让这些考生都在那里洗澡，洗完了澡每人发套新衣服穿上，他也没有什么夹带，说免得到时候搜身呢叫人感觉挺没面子的。所以在蒲松龄的笔下，他也是写到了这样一些场景啊。那么我又说远了，我说的就是李清照因为没有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他不能够去出仕，所以他的词作里头没有什么重大的题材。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给我们展现了当时少女啊、归妇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情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所以他就是从日常生活的起居环境来写，就用一些细节来写，燕子来时月满西楼啊，就是写啊误入这个藕花深处，就是写这些场景啊。李清照的词我们读了以后没有任何矫情的感觉，它非常的自然。这点呢我觉得它是从内心由内而外的这种写作啊，所以就是感情很真实且很自然。他写思念赵明诚都是通过画面，通过怎么样独上兰舟，怎么样月满西楼，怎么东篱把酒黄昏后，这样来写的，不像男词人那样写啊，就是不是他不是一种写法啊。所以他很真挚很率真，但是呢他不浅露，你读李清照的词你不觉得他俗啊，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一说李清照词的语言非常的有特色，非常非常的有特色。这是他李清照的语言，没有别人可以学得来，也是他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方面。都是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哪怕他是化用前人的意境，化用前人的诗作或者词作，但是我们看一到他改造那就别开生面啊，他就超越前人，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那是风韵天然啊，叫人工啊，这个叫天巧都在他这里，就是有一些非常自然，但是其实呢你看他不露痕迹啊，他其实是很用心的啊。所以我们前面已经举到了啊，比如说重柳浇花啊，柳和花，我们在诗词里面最常见到的就是柳和梅在一起写，为什么呢？早春的时候梅柳争春啊，就是在早春的时候，早春的时候大家如果到大明湖也好，到西湖也好，你会看到它既有柳树吐这个芽，那么也有梅花绽放啊。那么所以他在那儿重柳浇花，他都把它拟人化了啊，柳眼梅腮非常形象，李清照他太会表达了。为什么这个眼睛它是长的吧，当然也有圆眼，就像张飞的眼就是据说是环眼啊，是这种很圆的眼，但是我们通常情况下你会想到人的眼睛呢它是像柳叶一样的这样的啊，而这个什么梅腮，这个腮堵堵这个鼓的哈，它就像梅花的那个花瓣啊，所以他就用这样来写，就是柳的眼睛和梅花的腮啊，这是他非常独到的地方啊，这是他的语言。他很善于用最平常最简练的生活化的语言
但是它能够用来表达非常复杂微妙的心理，还有多变的一个情感流程，它是一个流动的情感的一个流程啊。所以什么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有的地方呢就做又上心头，这是版本不一样啊。同时呢，易安词的语言非常的有一种音乐美，这个太明显了。我刚才介绍李清照的时候，为什么特别特别讲到她其实通晓音乐，这是贵族教育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乐嘛，从孔子那时候就开始啊，就是礼乐文化啊，所以她作为一个贵族的女子，她是通晓音乐的啊，所以她就是一种音律美。你读李清照的词，你就觉得她非常的朗朗上口，啊，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所以这小孩念这个的时候，就觉得非常自然，就是真的是朗朗上口啊，在这就不多举了。这是上面说的是李清照的语言。那么第三呢，我们来看看李清照特别善于用白描这种手法啊。我们知道白描是绘画的一个术语啊，就是画画他说白描。就是说到这个文学上的白描呢，就是用最简练最朴素的笔墨，不加渲染，不加渲染，然后呢就其实作为李清照这里呢，他就通过具体的行动或者事物啊，将抽象内心活动形象化，非常的含蓄。中国古代的诗人很擅长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比如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愁是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情感，但是呢这个愁到底有多少呢，就像春天那样，这个非常大的那种，因为春天的水就多啊，就像这流奔腾流淌的春水一样，一江春水向东流。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风絮满城烟雨，梅子黄时雨。那我的愁无边无际，没完没了，就像梅子黄时雨一样，就像梅雨天的雨一样。这都是一种做了这种什么抽象，当然这不是李清照的，就是除李清照以外，他们都会把这种抽象的愁啊能表达出来。比如说像《西厢记》啊，他就说，包括李清照后期的词哈，就是只恐双栖则猛舟，再不动许多愁。他也把这个重赋予了愁绪，赋予了重量，啊，就是愁太多了啊。那么这个李清照呢，那么他就会把抽象的内心活动呢形象化，比如说独上兰舟啊，比如说他写的这种红藕香残玉簟秋啊，轻剪罗裳独上兰舟，这是一种白描的写法啊。当然白描的写法呢不光是李清照啊，李清照很善于用这种手法。第四呢，就是它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叫情景交融啊。比如说那么他写到在暮春的时候，哎呀，自己一个少女荡完秋千在那慵慵懒懒的，是吧，这个时候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一种意境，就你就会觉得这个露浓花瘦啊，写这个场面就和一个少女的这样一个荡秋千的环境呢非常的协调啊，情景交融啊。再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如梦令》里头，误入藕花深处，什么人误入藕花深处，是一个小船，什么人在划动着小船，是少女。所以我们会脑补一下，就是这个画面呢还是非常非常的美啊，也非常的有意境。因为这个莲花和这个少女和这个月下和这些湖水，它非常非常的协调，而且确实一种非常优美的意境就出来了啊。还有水鸟。那么下面呢，我就简单的说一说易安体。其实我们通过前面讲的李清照创作的特点，我们已经了解了易安体，就是说为什么有易安体这种说法。易安体呢，就是因为李清照他自己独创的独到的创作风格，那么在他当代的人呢就把他这种写法叫易安体。我们知道被称作一种体是很少见的，比如说在宋朝的时候有承斋体，那就是杨万里写诗，他因为好承斋，那么他写诗和别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创了一个什么承斋体啊。而李清照的他就创了一个易安体，这个易安体呢就是他非常的有一种创作个性啊，有一种神韵。
那么什么叫燕园体呢？我们概括起来就是婉约而不流于柔靡。我们在李清照的笔下没有读到靡靡之音，虽然她思念她的丈夫，但是她写的不俗啊，这个不腻啊，而且非常的真实，清秀而独具意思。她的词呢往往没有什么重大的题材，但写得很清秀，很婉转啊，这个很婉约啊，但是呢很多的想法都是她自己的，什么柳眼眉腮啊，什么绿肥红瘦啊，啊这些啊，富有真情实感。所以李清照她不给人一种造作的感觉，就是因为她写的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管是她的少女生活，还是她作为一种闺中的这个思妇啊，思念自己的丈夫，她就是写她自己的内心啊，而情这个语言呢，非常的清新自然。非常的和谐，音乐非常的和谐，就这样一点，就是情境交融，语言又很浅显，但是呢它又很真实啊，它又很婉约啊，这就是它一个特点。那么李清照作为女性词人，在中国词的历史上呢，也不光李清照一位女词人，但是李清照是最卓越的，成就最高的一位女词人。她有女性独特的审美视角和艺术精神，她的比如说她写什么呢，她写怀人，她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就是在黄昏以后呢，在菊圃的边上在那喝酒，然后有一种香气袭来啊，她是这样写。因为她是女子做归因，她自己女子写女子，所以呢就和男子做归因就不是一个写法。在这里呢，我就是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兼及男子做归因，也就是其实等于把男性词人的写一这个模拟女子的口吻来创作的这些作品呢做一个对比啊。有一本书就叫男子做归因，有这么一本书，他就是把男子做归因从什么时候开始，到后来在宋词里他就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关于宋词的研究，比如说词中城市，词这种形式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基本上就是和城市生活相联系的啊。所以燕园体呢，因为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说了，就是它的基本特征，也做了一个概述。那么我在这里呢，就特别说一下，唐末五代北宋时期有大量的男性词人代女子做归因，自己把自己模拟女子的口吻，把自己想象自己就是一位女子，然后来写，假托女性的身份。以女性的口吻，大家知道一开始词的出现，它就是写艳情的，写男女之情的。这为什么李清照说词别是一家，就是这个词这种形式从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就是用来表达情绪的，尤其是用来表达男女之间的情感的。所以有一种说法叫诗装词艳，诗呢你是什么都能表达，你怀古也行，你抒情啊，抒发自己的壮志都是可以的啊，你咏物，但是呢词它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李清照说词别是一家，李清照的诗和李清照的词你可以对比着看，他是怎么样写诗，他怎么样写词，他是分开的。下面我就举一首男子做归因的作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宋代在柳永的笔下，柳永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这北宋一位非常重要的词人，那么他非常擅长写城市生活，他呢也非常擅长写男女之间的情感。这个柳七啊，就是这个柳永啊，柳七青啊，在这个城市当中影响很大，他和城市当中的歌妓舞女来往非常的多，所以在小说里面有这个什么春风吊柳七啊，这样就是一些妓女歌妓来吊艳柳七啊。这个人呢就是属于很有才，但是呢就是考科举不顺利，后来呢是奉旨填词，因为这个皇帝说妾填词去吧啊，你这个科举考得不好，所以呢这个他的作品里头就非常典型的男子做归因。我再举一首《定风波》，这个《定风波》呢就是这个比较长，因为柳永呢擅长于写这个长调和慢词啊，就长调写的就是比较长，因为五代的时候词都是比较短小的，
啊，刘永呢，他开始就是创为这种，就是写的比较长啊。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事事可可。春天来到以后，惨绿愁红，所有的这些绿叶和红花都带着一种愁绪。日上花梢，莺穿柳带，幽鸦相勤卧。虽然春天来了，非常春光非常的明媚，但是呢，我还在那里盖着被子睡。为什么呢？没有心绪啊。这是一位女子写的，模拟女子的口吻来写的啊。为什么呢？说暖苏消，逆云朵啊，就头发也不讲究了，也不穿搭了啊，也不讲究发型了啊。终日厌厌倦蔬果，我无情无绪，我也没心思打扮啊，无那恨薄情一去，恨薄情一去，音书全无，音书无个。就是说薄情郎，你自从离开我以后，你连个书简也没有啊。早知嫩嘛，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早知道爱情如流水啊，就是说这里就是对这个薄情郎的一种，早知道你这样的话啊，会当初不把雕鞍锁，我当初为什么不把你的马鞍给你锁上呢，不叫你走呢啊。相机窗只遇满前相馆，拘束教迎客，我把你留下来，然后呢你在窗前读书写诗啊。朕相随莫抛躲啊，针线闲捻伴衣坐，你在那读书写词写诗，我在这做针线啊。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这是刘永模拟女子写的非常典型的一个男子做归因。那么这个也很好理解啊，就是一个女子的口吻啊。春天呢，草绿花红，但是都带着惨愁。为什么？就等于一个情绪的一个寄托啊。男子远行了，女子还在这盖着被子懒睡，无情无趣。薄情郎走了以后，连个音信也没有。早知这样，当初就应该锁着鞍马，不让你去，不让你走啊。说你跟我在一起，那窗下读书写字啊，自己在这里做针线。就最后一个落到一个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结果你跑了，你去赶考去了，你离开我了啊，那自己呢确实在那后悔，无情无绪，生活就等于被改变了啊。我们看其实和林清照的写法还是不一样的，是吧，还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口吻就说我早知怎么怎么样，那李清照不会说早知赵明诚我不让你做官去，他不会这样写。这个就是男子做归因，男子做归因有一些做的还真挺好，秦观呀，包括早期的，我想还有晏殊啊，这些人都写得很优美，他就是模拟这个女子的口吻来写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男子做归因和女子做归因，也就是李清照作为一个女性词人来写自己，和这个男性词人模拟女性来写这样的一些归情词，它还是有区别的啊，它还是不一样，因为。在男性词人的笔下呢，他就更加直接一些，他没有这么含蓄啊，他不像女子词人像李清照这么含蓄啊。这个一直到了五四时期，你去读五四时期的小说，你也会发现男作家和女作家的描写是不一样的。在郭沫若的笔下，那么如果写到一对男女，他会一定会写到男女之间的事儿，但是在我的老师的老师冯元君的笔下，就干女士的笔下，她写这一对情侣啊，比如说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一晚上一夜，除了作诗以外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不会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就是男女作家之间呢，她还是女子就更含蓄一些啊。下面有一个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永远的李清照。济南对于李清照来说呢，它是有一种独特的含义，别有一番含义。他生于斯，长于斯。我前面给大家说了，他的最初的审美体验都是在家乡完成积累的啊。比如说他写的这个划船呢、啊、这些这个藕塘就湖水啊等等，他家乡就是有这些东西的啊。而且他的美作与这里的泉水湖水这个莲花啊，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常记溪亭日暮，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开始写词，他回忆的是他少女时代在济南的活动，这当时他对他的这个给他的印象很深，所以他作词的时候是这样写的啊。
那么我们说趵突泉有李清照纪念堂，这是50年代建的啊。郭沫若题词曰啊，就是你如果去李清照纪念堂，你会发现啊，说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这是立夏说的一个体现，就是他认为李清照是立夏人啊。树欲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啊，那么也就是说，前面说大明湖和趵突泉，他的家就是在这里，啊，他的故居就在这里。后面说呢，树欲集是他的词的名字啊，金石录是他和赵明诚，因为赵明诚喜欢收藏，他们搞收藏很多金石，所以他们写了这个金石录，啊，那么说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就是李后主，李煜，啊，就是他认为李清照的词有后主的遗风，就是他有那个风格的相近之处。那么在大明湖畔的有一座叫什么偶神祠，大家可能再去大明湖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啊，它就是有一个偶神祠，因为大明湖里头莲花很多啊，就是误入偶花深处嘛哈，就是偶花特别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在这个偶神祠里面，这个偶神坐像呢是个宋代侍女，其实就是比着李清照的形象来塑造的，所以徐北文先生他就为偶神祠撰写了楹联，他楹联是这样的：是也非也，水中仙子荷花影。因为他是所谓偶神嘛，就是荷花啊，就是荷花女。归去来兮，宋代词中才女魂。那其实他比照着还是李清照啊，这个就是偶神祠，就是说在现在我们点点滴滴，包括这个西亭啊，这都是李清照曾经在词中表现过的。它的湖水啊，它的莲花。那么在章丘的百脉泉，我们知道有李清照故居啊，有李清照故居。其实在郦道元的水经注里面，他也特别强调，就是济南这个地方泉水非常的多，东边呢起自这个什么呢，百脉泉，西边呢就终于趵突泉。其实还不是这样的，在西边还有，是吧？那么郦道元就已经写到了这些泉水。其实我倒是觉得百脉泉也非常非常的有气势，也很有韵味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就在章丘有很多泉啊，它有很多泉，还有梅泉、梅花泉等等啊。而我们现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广告有什么呢，清照酒啊，我不知道大家喝过没有啊。因为当时这个咱们济南的酒不是叫趵突泉吗，他当时起名的时候说清照已经被人用了，哈哈，就是所以我们就用趵突泉啊。那么李清照呢是咱济南人的骄傲，也是山东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他的词作在海外，他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词人。那个美国的人，美国一个专家专门给他做了一些这个集子的一些注解啊，这个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所以李清照她就是我们全城济南的女儿，她永远对这座城市呢有着独到的魅力啊。我们这座城市呢也永远，包括我们这个济南人也永远铭记李清照啊，这是我们的骄傲啊，这是二安之一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呢也感到非常的骄傲。我在这里讲李清照呢，一方面为李清照是济南人骄傲，另一方面我也为她是一位女词人，杰出的女词人而骄傲啊。我今天的讲座呢，它就讲到这里啊。谢谢。